何宗宁是一位有经验的领袖，作为市参事汤海替的助理，何宗宁每日不断为日落区居民争取福祉。何宗宁将会保护屋主和小商业，反对加税，减少无家可归的情况，帮助家庭寻找住房，确保街道干净企理。所以市长布里德、古籍官朱家文和市参事汤海替一致认同，何宗宁是第四区市参事的最佳人选。为日落区选择一位有经验的领袖，请支持何宗宁。